各位大家好，我是雷娘，这期是数字战斗模拟，我第一次联机和一些好友进行 PVE 作战。这次的作战背景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了，我们这次是有一些就是不同机种的编队 F-15、F-5E、AJS-37 雷、还有两架米格29作为后备，所以这次任务是我自己编辑的一个小型场景，就是摧毁货船的一个任务，但是我其中设置了一些随机会产生的支援和一些随机的敌方防御设施，所以任务还是有一定的变化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任务的具体走向会怎么样，具体怎么样请大家看视频，我不再废话了。那么我是雷娘，我们下期见。我前面那个雷没动 ，OK， 动了。Hello。Hello。起飞了。速度多少？不知道。200。看着旁边的飞机，知道。我开一级加力吧。所以说现在五，哦，看到了吗？提示。新罗西斯克。F-15 去吧。F-15 去吧。等下，好的。是谁的 F-15 去了？雷达开启。收到。防空都防空都打掉了，我就进去炸机场。副列。嗯。怎么调距离的？找到了。小牛，出去。你为什么不喊 rifle 呢？没事，没事，我强迫症。强迫症。哦，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错。应该提前。Good hit.好了，我进来了，好像一发感觉打不成，没沉，那我再等一会儿。他那个 AA 我很恶心，我开 F5 被打下来好几次。好，锁定。说的。但是我觉得最痛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的磁性到底是什么？它是按照那个频率来。那艘船还在是吧？对。那我先绕一圈。我感觉你这个 Fox Three。哦。哇，吃了四发小牛，竟然没事。哇，我一不小心忘记在做什么。吃了四发小牛，竟然一点事都没有，不科学。你说什么？那个货船还是？那个蜘蛛级的。它有这么硬？都冒烟了。
秀吉，你是不是在我的？哦，我看到你了。哦，我看到敌机了，我在你后面，秀吉。哇，这个直接脱锁了吧？惊了！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太近了。Splash！敌机击落。哦，秀吉击落了一个，然后蜘蛛机还在。冒烟，再给补一发就应该死了。另外一架雷呢？等一下，这个任务就刷了一架 F 5啊，应该还会有次。对啊，太不可见了。不过你不把这个蜘蛛给干掉的话，是下一阶段不触发的。还有一次是武装怪兵，惊了。不是，我得去绕一圈，我得飞远远一点，不然我发现。不是你，我感觉你用RB15打武装快艇的话，他雷达扫得到吗？不是打武装快艇，找不到呀，我找不到那个雷达上的黑点。蜘蛛也找不到吗？要不然你直接把运输船打了，反正你那个距离，反正你的射程够。我先飞远一点。我看到那个，我看到地上面的那个防空的那个车队了。去搞他们一波去。就是我不应该飞那么近，我应该早就打出去了。我刚才不知道你带的是什么。在拉比幺五。fuck！ 我靠，这个车队的位置好他妈。觉得我的射击角度不够。Oh shit！ 我感觉都可以用十五级炮去。哦，我应该是有两架米格过来了 ，F15，塞尔维亚的。天哪！我应该是把地面的高射炮打掉了。我准备撤远一点再打。你小心点啊，有敌机现在进来了。好，拍到。我应该是打掉了三辆车，剩一辆我不知道是什么车，他没向我开火。我的 W2 一直在报警。可能是我。F15 这个没有 IFF。不是 F5。两架米格二九。米格二一，我的天。二一？这骑士。什么鬼？那个二一，谁没有？跟他格斗，是米格二一？对，他妈的，这设定的随机值是他妈什么鬼呀、啊？我设定的是米格二九、米格二一，反正只要叫米格的，包括米格三十一都会出，结果他就出了米格二一，然后就卡了一下。这边十五满编制，然后那边刷米格二一。嘲讽吗？哎，我不懂，我真不懂。这个任务刷新机制让我很不懂。狐狸，我要先是被杀多少？你怎么了？换装备吗？对，我设置他那个武器打的方法。行，那我们在这儿等你回来。我先跑远处抱一圈再回。不是飞机有 bug， 这飞机有 bug 啊 ，hard 怎么没有的？哪个飞机？三七啊。hard 没有？你开的什么模式？哇操！又碰到 bug 了，我服了。不是你左边的模式开了。呵呵。左边。啊、这小破车，我居然没打到。是我那个姿态一偏了，人工地平一偏了，偏了以后
他的就不见了。你先跑到的时候，嗯，起飞了。嗯，起飞之后你再按下三个按钮，我不知道有没有用，按下试试看。你们两个打的是一个目标。三口按钮。什么按钮？我忘了。三口按钮。窗口按钮。三口。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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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还是偏。他这三七八个没修就不想玩，你知道吗？我基本上就不会出现这种事。你们 OK Splash One Splash One， 还有一架。他们两个男，这两个在抢肉吗？好可怕！你们节省点吧，可能还有的。这任务有随机性略微有点多，我再去打一轮地面目标，把他们机场的设施搞掉。我接通自动。哎，那个蜘蛛不爆烟了，是死了还是又灭火了？灭火了吧，应该。看一下。兄弟。灭火了。兄弟，我需要设置这个。收到。去炸一排那个建筑物去。我有些设置 B 叉几到 B 叉几， B 叉八，然后 B 叉七，最后 B 叉六。B 叉六是在 B 叉七的那个路径点上。炸错屋子了，好像。我炸了半天，好像不是目标屋子。稍等一下。哇，这两个人在欺负这而已，好。好可怕！我真是炸错屋子了，操！我操，米格二一还反击了，好大胆子啊！好大的口气！我去！啊，又来战机了！清醒攻击，应该是 F5， 这感觉应该是 F5 叛军的。米格十五惊了，米格十五，米格十五。最主要是我雷达上什么东西都找不到，找不到还行。OK， 我开启对空模式了。米格十五还行。我操，三架，在我这边，我先看看我能打下来两架，肯定可以。我也没扫不到目标，你他妈逗我呢。 OK， 锁定了一架米格十五三七大屌，打是打出去了，能不能打中 Fox 2。Splash One。我打下来一架。他说武器代号有哪些？好的，现在就我自己在这儿，我去把他们机场的那些设施先给炸掉。RB04也只能挂两颗吗？嗯。不对。货船你们还没打掉是吗？对，还有两艘货船，一艘什么武装快艇。那我先去炸那个，我先去炸那个机场。上次用的三七打过东西之后啊，又来战机了。 F15 呢？就我自己在这儿了。 F15 不是，我说 F15 不在这区，现在就我自己在这儿。你不是挂了个 M9？ 我只有一发 M9 了，我刚才用掉了一发。可以，狗斗吧。你真了解我。这边是谁啊？这边是什么机啊？不知道，我没看。找到了，让我先打下来一架。我操！我投瞄上面那个东西不见了。
干扰源太多了。Fox 2 Splash 1。好了，狗斗模式。另外一家，找到了，找到另外一家了。看不到他。你们俩这交错让我很困，他去找你了，小心点。好吧。你是对着我飞过来的吗？哦，我看到他了。他在你后面啊，小心。从我飞过去。从旁边飞过去。啊，我突然想起来我的三只，到之前学的时候是在哪里的，是在纸上上的，好像在家里。你在他后面是吧？嗯。哦，我看了。命中。命中了没收视，对呀、啊，又命中又没什么事，就打中一发。我靠！哇，但是他这样我打不到呀、啊，追不到、啊。行，追不上。嗯，你现在可以再打。啊，实在是。好像我没看到他有什么反应。Snake。哦 ，Splash， 是你命中了吗？嗯。OK， 很好。还有一发。嗯，而且舔那个什么武装小船，还有 rifle 命中的，我是看到的。那个下边那什么那个目标还没干掉呢，还有一艘小船，那小船是目标吗？武装快艇不是货船。我擦，早说，我一发小妞已经出去了。还有多少武器？我已经习惯你这样。你这小牛是打什么呢？嗯？哦，这是你另外一发小牛。嗯，是有人要降落吗？有人要降落吗？我的天，没有。Splash， 这是你之前后那谁就一直就没降落成功，刚才是吗？我吗？啊。对啊。很尴尬的，你被预警机抢跑到了。那时候起飞。嗯。算了，还是用火箭弹解决吧。我刚才要是有机炮的话，也能把它舔下来，但是我没有机炮。哦。对，俊逸能用机炮舔吗？我操，那玩意儿追不上他，我们俩速度是他妈一样的。好了，我先去舔一下货船。去舔吧，我看到你俯冲。这么近要是，好了，还好两次，加重两发。应该是没弹药了，我再试一下。不行，火箭弹打这种船太他妈难受。根本没什么感觉。阿比林斯应该是最好打的吧？应该是。直接丢出去就行了，到射程丢出去。阿比林斯只要修正一下目标点就行了。对。啊，机炮也没弹药了 ，Winchester， 我回来了。很难受。感觉那边现在还剩下几个目标？就剩那一个货船了，那个地面上的我全舔掉。地面上不是还有 T5 什么的吗？
军舰停掉了，还是两个坦克不用，我们只要把防空干掉就行了，地面目标剩了一两个无所谓。我就是把他们的指挥室、军营那些东西重要的干掉就行。我要降落啊！油箱用完了，看一下跑道上有没有人。OK， 油箱有人的样子。看到预警机在盘旋。我跟你说，预警机从哪摔的？哇！我两发都丢出去了。发生了啥？我跟你讲，这飞机的减速板等于没有。OK。发飞机。五一。F 五。OK， 降落。直接降空了，不理。不防了。我六十还得开。且那个货船在着火，你不会是服务器卡了吧？不会不会。他哦哦，着火了。真的着火了。货船着火了。哇，压死啦！有人刚才看到了那个用 F 十五舔地了 ，F 十五舔船了，把他们的一个小运输船干掉了。